选手们用最快速度使劲爬上涂满牛油的柱子，但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前功尽弃。好，过来，别挡天了。头城抢菇是中元节特有的民俗文化，按照惯例是在农历七月最后一夜，也就是关鬼门之夜举行。不过活动还没开始，证明议题先炒得很热。传单上大大写下“抢菇”，应该证明为抢菇。同样都念菇，但宅地习惯了孤魂野鬼的菇。抢菇就讲要拜那孤魂野鬼嘛，啊孤魂野鬼菇就是一菇，我感觉伊较适当。瘦的就好了，那新的我觉得改没什么变化。抢孤的孤一字意指孤魂野鬼去抢时，如果是有字边的孤，古文字是放一天就发酵的酒，被引申为让好兄弟抢得食物满意回航，看似都有理，但文史工作者分析孤魂野鬼的孤比较对位。因为这个字是从古至今就有了，是已经风行了至少300年了。专家学者对这个是有认为说，这个是有一点建议一种看法。那我们是给予尊重嘛？用字已经习惯，但如果有中研院院士来背书，协会也会乐观其成。今年抢菇宣传已经陆续开始，要改名恐怕来不及。抢菇还抢菇，哪一个 good 各有见解。三立新闻黄桂玲、邱燕草报道。